有偷袭，是偷袭，不叫偷袭。有妹妹你就不冷，有妹妹我也冷。一个妹妹怎么可能是万能的嘛？要非常非常多，然后你各接一个，有一堆妹妹围着我，抱着我，贴着我，他们用体温温暖我，这样我应该就会不冷了吧？他我哥哥哪是哥哥哥，哪里有？我很真诚的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，越说越渣了。